们还不家走啊？我挺佩服你们的，不回家了？住哪儿啊？早休息啊！哎，您回来，您回来，您把人都搁这儿，您走了。谢谢吧。这个今天这场演出叫跨年，跨年晚会。哎，就是从2018，演到2019，对，这叫跨年嘛、啊。好像每年的这一天，我们都在这儿。都演跟大伙儿一块儿过年得有十多年了吧。哎，对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呀，是真的很感慨。包括刚才看高峰，我也是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高峰来的时候是个小小子，对，特别年轻。你看现在那头发后脑勺都秃了，这脱发。谦儿哥那会儿我们打小时候，这是我们这法说相声里边当年最水灵的一个小小子。就还我还小小子，呼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！您别太使劲啊！16、17那会儿啊，一下滋，哎呦嚯，哎嚯，滋出去了啊！我们这个年龄的啊，说相声的里边那没有比谦儿哥更棒的。您太捧我了。他父母没有孩子，对，就说这谁说的呀？这些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哎呀，我一想，我心不用想了啊！我父母没有孩子，那我打哪儿来的？这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啊，这个这跟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？后来买的可能是不是？那没有买孩子的。生你之前有你没你？废话，生我之前怎么会有我呢？生你之前就没有你，你就发现了，让你嘿，行了行了，是生完他才有他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就是为了要他父母，你知道那费多的劲。这你也知道，哼，你站稳当了行不行？你晃有什么呀？我一想就开心，真的。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感慨啊，感慨你的父亲们，想当初说是、啊、父亲们。这是别家门子，就是你父亲那会儿爱倚着门啊啊，干嘛非倚着门呢？着急没孩子呀啊！那会儿只要是你们家门口哦，无论谁家一死人，嗯，一到出殡哦，他母亲准到。他凑这热闹干嘛呀？现在没有了，列位啊，怎么长了知识啊？怎么着？这过去有一封建迷信，什么传说啊？这家一死人了啊，一出殡哦，这个孝子讲究打幡抱罐，是，而且要摔砖，摔砖，拿一盆儿啊，这一说起灵，这盆儿得扔了，啪，这得摔碎了，这盆儿得摔得粉粉碎。对，这盆儿没碎，说明今天这出殡不顺利。哦，有这么个讲，这盆儿怎么能摔碎？怎么能？地上要有一块砖。哦，地上搁块硬的砖。孝子拿这盆儿往这砖上啊，粉碎，粉碎是。旁边一定有人过来抢这块砖，抢这块砖干嘛呀？有这块砖，嗯，家里边天人进口生大胖小子。哦，有这么个说法。那会儿他父母没孩子啊，只要谁家出殡、嗯，他母亲就去抢这砖去。哦，图这吉利。早晨8点半出殡，嗯，凌晨3点半他母亲就来了。这我妈是抢砖去，是偷砖去呀？这是。偷的不管用，是那干嘛这么悄悄摸摸的呀？比孝子去的还早，尤其要冬天出殡、哦，嗯，都没人呢，是吧？就点小灯，停着棺材、啊，哦，他母亲跟外边，嗯，这人是我妈掐死的吧？这是，干嘛？等着，哦，知道吗？当时孝子拿着都来了、嗯，早晨起来，哎，啪。一摔啊、哎你妈等着。有的时候孝子砖呢、哎这就抢走了。逮他逮他、哎。好家伙没摔呢这还。他妈抱着砖啊跑。抢太当然了、啊、因为这个他母亲在家门口人缘不好。因为这个。一到出殡了啊啊哪有别的老太太别的家想抢这砖呢、哦、好些人。你妈站头一排。哦这就还助跑呢，啊！这一大帮老太太，嗯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怎么了？也该让别人抢一回了。好家伙，你算算，你们家这些年因为抢这砖，嗯，盖了3间北房。好家伙，我们家这不是想要孩子，这是想盖房，这是吧？啊，这才有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。哎，这都是抢砖抢来的。打小，嗯，
说句良心话，我们都搁在一块儿，嗯，也没有于老师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带的啊好。嗨，这家里宠也谈不到好，一个是宠在，嗯，人家条件在这儿，有钱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我一想着我就想乐。有什么可乐的？他父亲啊，你们可能没见过啊。他爸爸特别好玩。怎么好玩？我印象他爸爸带着我上华清池洗澡去。你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怎么还提这事儿呢？那不原来说的吗？你当真的说？马上跨年了，今年还没说呢。好家伙，一年一说。他爸爸这份儿的啊。干什么事专心，怎么叫专心呢？他爸爸是个厨师啊。哦，厨子。我跟您说啊，这学厨师太棒了。怎么这个荒旱年饿不死手艺人，那他守着吃的呢吗？尤其厨师啊，什么年月厨师家里边也吃的特别好啊。对，反正这个不缺。他爸爸12岁进全聚德学，就那全聚德都知道，那大大馆烤鸭。嗯，真正吃烤鸭有讲究，烤鸭怎么讲？一只烤鸭得片108片，哦，这叫丁香叶儿，嗯，哎，脑袋切下来，尾巴切下来，单拿一个碟装好了，这一桌哪个客人最尊贵？嗯，放在人跟前儿，让人家吃，这叫有头有尾。哦，那个薄饼搁在手里一攥，得是一团，一松手得是一张，啊，能散开，一攥粘上了，这完了，不行了，能周桌我不吃了，不在理儿，哎。甜面酱、葱丝儿，嗯，哎，5片鸭肉，卷好，这为一卷儿，啊，还有讲究的时候，您吃了多少卷？我吃了几卷？几卷？嗯，外行完了，您吃了多少？嗯、3只。哎，嚯，这不灵，这个这饭桶了，这是、哎、吃几卷儿？啊、嗯，还有一种吃法呢，空心的马蹄烧饼，哦，捅开了，这个鸭子肉蘸酱油，酱油里边调蒜泥，嗯，一卷是这样吃。第三种吃法，调黄芥末，拿生菜鸭肉这一蘸一卷，三种吃法真讲究，这是吃鸭子的规矩。嗯嗯，那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，章丘的好啊，那叫大梧桐、嗯、哦，葱白长，是为什么有了葱白长呢？嗯，土里埋着多，嗯，沟葱白长，哦，一根葱最长的能到2米，那么长，上边这个葱叶绿着，这叫葱绿、啊、下边葱白葱绿当间那点地儿叫葱库。呵，这个烤鸭用哪儿的葱，怎么切怎么弄，这是规矩，都有讲究。不是你这10块钱买一塑料袋打开撕开一烤鸭、啊、买半斤饼夸夸一卷着，不，那不叫吃，那不没规矩，那不叫吃，这是规矩。他爸爸12岁进全聚德、嗯、先学包葱。哦，这小伙子没有一进门让你学烤鸭，门也没有啊！不能，那得糟践多少？先学包葱，嗯，爸爸12包到22，学了10年包葱啊、嗯，熟练的掌握各种有关葱的技巧。那管什么呀？那个被评为国家一级葱师。我怎么听这名那么熟啊？嗯，获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那就是他们歧视我爸爸、嗯、享受6必居特殊津贴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用全聚德享受6必居津贴。哎啊，这一红了，同行同业的就来挖墙角来了，挖一包葱的。你看天津狗不理来了。狗不理干嘛？狗不理那位说、嗯、是烤鸭用葱，这个包子也用葱吗？列位啊，您要在家包葱的时候您可记住了啊，嗯，尤其是包子里边这个葱，我告诉您诀窍。怎么着？你老纳闷为什么我们家吃的包子跟饭店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？不好吃啊！就有一个地儿不一样。哪儿啊？你把葱剁碎了，跟肉是和在一块儿的。嗯，是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，包的时候往里边皮里边剥了肉的时候再往里边搁这个葱。哦，葱跟肉馅搅在一块儿拌完了之后，它就臭了。就烂了，这才一定是撒在腹头、哦、随着包随着弄，你试一下，这样就跟外边包子铺是一个味儿的，所以他这也讲究，讲究哦。所以说他更需要有关葱方面的人哦。你爸爸22，是狗不理来了，挖墙角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松狮 啊，松狮啊，改狗了是怎么着？我说听着耳熟呢，刚才有一个
包松师，葱师吗？不是有口音呐、啊，狗不理有口音呐、啊。哪儿就口音、啊？你们这警察棚了是不是？哎，这嗨，不是狗不理，天津的怎么到河北？要一个葱师，葱师啊啊，全聚德不放啊，就这还把着呢，培养了十年啊啊，你去吗？是，你爸爸那愿意去啊？嚯，走也行啊，不结账。怎么叫不结账呢？你在人家那儿干，人有规矩。当月不结账，够60年工龄结一回。这且干呢，这个。你爸爸一跺脚，怎么样？走，上狗不理发展去。那10年就白费了。哎呀，你还长能耐呢？你还法兰克福歧视你了呢？我就包10年葱，我长什么能耐了？哎，走，奔天津。啊、他爸爸就挪到天津狗不理。上那儿去了，到狗不理就不能先接触葱了。那是10年了啊啊！人家专门有干这个的、哦。您来了，您包蒜。我爸爸离不开左溜了，是吗？吃包子得就蒜。哦，那葱就刚才白说了。哎，他爸爸开始22岁开始接触蒜。哦，有那个小伙计包蒜包的，拿指甲 K 的蒜都烂了。是你爸爸包蒜尽量是完整的。哦，当然也有包完之后啊 K 掉一块。那怎么办呢？但是别人都扔，你爸爸不浪费。那只要是包坏了啊，他吃了，吃了。哦，大伙儿都挑大拇哥，不浪费。这一下你爸爸就干到35岁，又干10多年。到35岁，你父亲提出来要辞职。怎么要辞职？胃口受不了。对，主要反味儿，别人也受不了了，可能老吃生蒜受不了。那是，是不是啊？人说那走吧，啊，走就走吧。怎么着？我们这儿也不能给您结账，您呢再交一个7000块钱。这7000块钱，你吃了太多的蒜了。好家伙，我爸爸吃10000来块钱的蒜啊啊！这个狗不理也不要了，没钱了。全聚德也不要他哦，但全聚德还是念旧情啊。什么叫念旧情、啊？你看你爸爸已经回来了，给你爸爸送了块匾，写的什么呀、啊？认识、哦，就原来我们那个葱师、啊、没结账上全聚德了，是现在回来了，啊、写的匾，写的葱师未结身先丧，葱师未结身先丧，包葱这师傅没结账 啊，差点没拿蒜辣死。哎，好嘛，对，但是你爸爸掌握一身的本事，就包葱包蒜有什么本事？煎炒烹炸焖刘熬炖全会。这偷学拿眼一打就知道这菜怎么做的，呵，成为一个民间的烹饪大师，有手艺了。那是啊啊！那会儿我们住邻居，打小我认识他爸爸，老带我洗澡去上啊，就别提这洗澡了啊。学不学啊？算我徒弟，教你烹饪，教你做饭。嚯，我说包葱包蒜我可不学，那是胃口不好啊。别提这个了、啊，老头乐了，嗯，教你一个独门绝技，独门的佛。这深奥佛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这个啊，佛，佛是菜，是厨师行业一个技术用语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说，你爸爸给人家干活去了，啊、这家办喜事吧，对，请你爸爸当厨师，哦、去了，嗯，一进门人准备了猪肉，准备了、哦、大块的，有100斤猪肉，就半扇多。你爸爸一刀下去，啊，切成两块，嚯、哦，哎，这块呢？比如100斤的话，切两块，嗯嗯、一块1斤，一块99斤。我这叫两块吧？这个一斤这个呢，给本家就炖上了，嗯、办喜事儿、哦。这99斤呢，嗯，拿家去了。这个叫佛，这就是偷东西啊！这个什么佛啊？这个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，哪儿有这么句话呀？为什么他小的时候吃的也好啊？小脸蛋一掐一兜油呢？啊，都是他爸爸各处佛来的。哦，一掐一兜猪油，感情是、啊。有时候他爸爸自个儿在家做饭也这样。怎么？哎，弄就浮起来了。哎呀，这浮哪儿去、啊？浮完一想，这是在家，又拿出来了。哎，好，白费劲了。告诉我，我带着你去浮。这还用他带？年幼无知啊！啊，我跟他爸爸也待了这么几年，也学了浮了。他属于是那种民间的烹饪大师。民间的。婚丧嫁娶。哦。比如说这家死人了。嗯 嗯。你爸爸呢？给人盯着这个厨房，哦，你母亲呢盯那块砖，啊、对，就别提那砖了。这喜事儿，喜事儿就去啊。说相声有一叫高峰的，有啊，刚下去。哎，高峰他们家办喜事儿、啊。哦，那年高峰他父亲释放，哎、我这叫喜事儿。啊，高峰他爸爸很好，哦，姓高名雅，字三俗，
到底高雅还是三俗啊？他这个都喊他高三叔，嗨，高三叔。他爸爸也是，他爸爸也是厨师，哦，也干这行的，单位食堂的厨师。嗯，遭人陷害，被捕入狱，这多大罪过啊！高峰他爸爸可疼人，其实现在说那根本就不叫事儿。怎么了？他是个单位食堂的厨子，那能偷什么呀？味精。你说这一捏能有多少？就说是呢，你颜面，你这就被捕了。两块冰糖，这真是陷害。再来一块，还吃？你说这有枪毙的罪过吗？就说是，对不对？就说是米，嗯，面，哦，蔬菜，还能肉，不值多少钱？蒸锅，哎，笼屉，桌椅板凳，电灯电扇啊，窗户门，嚯，房上的瓦，哎呦。服务员啊啊，连服务员都偷啊，都给卖了。哎呦，单位领导打饭去，拿着盒饭站空地上哭啊。我记得咱们单位是有食堂的呀，这寡了都不多呀，这个。然后被人陷害，这不是陷害，这个。高峰他爸爸判了10年，那是单位让他爸爸陷害了，那关了10年呢。你值10年一释放，嗯、高峰6岁，不对，啊，这账头不对了啊！他爸爸10年六岁，那管不了这么些个了啊！反正你会问高峰就啊，问高峰这事儿不主要，这个事儿不得庆祝一下吗？这事儿还庆祝？准备弄20桌，嚯、哦，弄20桌大排筵宴，请人吃饭、嗯，把你爸爸请来了，好，哎，让你爸爸准备，来20桌，嗯。多少人？一桌10个人，200人吃饭。对，哎，你爸爸带着我就接了这个活了，啊，就跑大棚这叫。哎、嗯，一进后厨，你爸爸乐了啊，半扇猪。哦，你爸爸手起刀落，烫，哦，把尾巴切下来了。啊，那甭问呢。嗯，拿着尾巴，这是老高家20桌的啊，对，20桌就吃一猪尾巴呀。这半扇猪，啊，冲我一努嘴是，服。你先等会儿啊！你先等会儿啊！这半扇猪怎么服啊？我才16啊！这半扇猪跟我一边高啊！是是是啊！嗯，我穿一大衣，把大衣脱了。嗯，你爸爸拿绳子把这半扇猪给我捆到后背上，我都站不住啊！对，后边太沉了、啊、这个。你爸爸告诉我，先跟墙那站着，先倚点墙，靠着墙，哎，倚着墙，嗯。哎，你爸爸看，嗯，桌子上还有牛肉呢，哦，还有羊肉呢，是你爸爸看，嗯，羊肉膻气，客人准不爱吃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牛肉丝儿粗，嗯，省着剔牙，嗯、哦，否，反正怎么着也得否。哎、嗯，羊肉扎一眼儿，穿绳子，哦，牛的扎一眼儿穿绳子，把我脖子上一挂，哎，这就配重了，这我就站好了，那是。不用靠墙了，可稳当了啊，可稳当了啊、嗯！你走啊，嘿，嘿嘿，一回头，这儿有一口袋天津小栈道米，米小栈道那是好米，蒸得了清亮，不用旧菜，是是是，黄河水浇灌的很少见，嗯 嗯，产量太低了哦。你爸爸看看，好米，他馋了，服，他说的轻声，这怎么服？让我把裤子解开，啊，这米往我这裤腿里边一倒，哦，底下把裤腿系上，呵呵，站得可瓷实啊，这腿没问题啊，这样 啊，对，这个动不了了，哦，这都紧上了。再一回头这边啊，嗯，黄花啊，木耳啊，小虾米啊，哦，你爸爸乐了，放，撒了狠了，这是装这裤子里边啊，系好了，哦，哎。嗯，一瞧这儿啊，有刚炼好的猪油，猪油，猪油炼得的，而且呢，还没有完全拧上。哦，那儿有一盆猪肠子，下水。嗯，爸爸乐了。嗯，走。我爸爸比高峰他爸爸厉害呀。拿个漏斗搁在肠子这儿，端那盆油，墩墩墩墩墩墩墩，倒里边，两边一系扣。嗯，肠。你爸爸把这肠子给我系在腰里边，呵，系好了啊、嗯。还看、哎，嗯，这盆里边一盆粉丝，
发好了的，都泡得了。嗯，怎么样？佛，哎，对，准知道得佛。你爸爸想的有道理。怎么呢？如果不佛这个粉丝，那个猪肉就白佛了。嗨，哦，这整个一个菜一个菜的佛啊，这搭配。好家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这不好弄啊，这是怎么呢？装啊？端起盆来，把水逼出去啊，粉丝拿出来，好家伙，这么长哦，给我围在脖子上。绕脖子上看见了，外边搭上围脖啊，嘿，拿围脖罩上。对，嗯，再一回头，这边还一盆，还什么呀？泡的团粉，水淀粉，水淀粉，这怎么办？你爸爸乐了，嗯，佛，哎，对，我准知道是要佛啊。把水倒出去，水淀粉搁在手里拍，拍瘪了，拍的跟小帽子似的，瓷实了，给顶脑子上啊，外边再扣上棉帽子。这看不见了，看不出来。好，哎，嗯，把大衣给我穿上，挡上点。来的时候大衣特别肥，哦，这回勉强系扣，好，紧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啊，走不动啊。那是好几百斤搁身上呢。你再想这样走，门也没有啊。你就别蹦了。你爸爸太聪明了。怎么办？给我一根牙签儿。牙签儿干嘛？让我掏着耳朵往外走。嘿，好家伙，太有相了！您这个慢慢往外蹭，哎，省得别人 谁也看不出毛病来呀、啊。是是是，走到院里边，你爸爸跟着我，哦，得护送我呀，得出门啊，我得先出去，我只要走了，这事就没事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嗯，你爸爸走道横着走，哦，蹬一脚，嗯，旁边立一把铁锨，哦，大铁锹，就干活的，他给踢躺下了，啊，过去冲我一努嘴，嗯，扶起来。什么您呢？他说的是把铁锨扶起来。哦，我听错了。您以为呢？让我扶起来啊！连铁锹也扶起来呀、啊！这本身就晃悠着呢，这怎么弄啊？对，得想主意啊。第一，我毛不下腰去啊。对，弯不了身啊。要是捡起来，怎么拿走呢？藏哪儿啊？这铁锹加上把比我还高呢。是啊。哦，可能你爸爸是要这铁锹这头，要那金属，我再拿脚勾着，啊，勾起来接住了，啊、骨头吧，啊，正骨头铁锹头呢，啊，高峰他爸爸来了，哎呦，撞上了，春风得意精神爽，刚出来，刚刚释放，那个、状态、啊、呵，是，这还没放出来呢，这是，这还汤着料呢，这个已经习惯了十年嘛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点东西偷的。照顾这些客人，谢哥呀、啊！哎呦呵，谢哥，行了行了，一回头瞧见我了啊啊！我也愣了哦，赶紧往外蹭，是，赶紧出去吧。他爸爸，哎，对，这个也是刚放出来的吧？嗨、哎，就别胡琢磨了，你啊，这孩子怎么比来时胖了呢？啊，你爸爸赶紧过来解释，打掩护、哦哦啊、老高、啊啊，给你道喜呀、啊！是，别给我道喜了哦，我那预备了。20桌的东西是啊，怎么后厨空了呢？哎，嗯，没了。来来来来，咱上屋里来，咱对对来，结结账。没事、哦，你头走，我跟你去啊。是是，让这孩子先回家，这孩子不舒服，让你先走。别去别去，一块儿过来一块儿过来呀。嗯，一说一块儿过来，我心都到嗓子眼了。那是啊，我身上满汗全席啊啊，全在呢，是吧？高峰他爸爸坏，那是一把就拉着我了，哦、过来过来过来，嗯，一蹬蹬我这儿，哦，啪一下子一使劲，嗯，我往后蹬，他往前来，啊，大肠就折了，是啊，就这点猪油顺着腿全下去，嗯，要了亲命了，嗯，一紧张啊就出汗，哦，何况戴一棉帽子，嗯，这点团粉下来了，好家伙，流的满脸都是，哎呀，还是你爸爸聪明，怎么，老高，你让这孩子走，哦，这孩子病得够重啊，什么病啊，脑浆子出来了，我这里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太多了，我拿不了了。可了不得了，哎呦，哎哎呦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救活了门口4个卖花的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哦，哎呦，好。这个天可不早了啊，
本来我们应该还在后边再待会儿，后来于老师说要不咱们来一个吧，省得让人觉得我们不会似的啊。刚才是郭麒麟，嗯，今天很开心能跟儿子一起说相声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，把我也绕在里头了，在一个舞台上表演，嗯啊，可能逢这种重大的节日，嗯，节目安排的就多，是啊，您各位也倒班歇着，啊，这边躺会儿，那边坐起来，那边躺会儿，这边坐起来，啊，此起彼伏，就是啊，哎，你就跟上过学似的，啊，别着急，听相声得有过日子的心，嚯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嗯，你看我都不着急走，你们也不能着急啊，一段段的说，嗯。这都是卖完房来听相声，想开了啊！看见你们各位，我特别亲切。嗯，都是我的亲人啊。窝窝的，嗯，老河部队的，对，天敌，你看哪个演员还趁两波不一样的粉丝？那咱们是一家人，是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嗯，分成不同的部队呢，便于管理。哎，这边是文职，啊，哎，这边穿军装来的。其实我跟你们各位都不陌生，嗯，啊，窝窝的论坛我也见天去，郭德纲贴吧我也见天去，是啊，够一万多人，一万多人天天在网上问，嗯，哪个是郭德纲？我还真没注册过，真没有啊，我就是每次都偷偷摸摸看看。但是每天都看是真的，嗯，在家用电脑看，有时没事拿手机看看，看看您啊，哈哈哈哈，对，了解一下大伙儿的动态，你们想听什么了，或者说对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您各位说我们也听，包括有时候你们跟别的吧打架我也看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别真生气，别往心里去，很正常啊。这怎么说呢，我记得2005年百度聘请我当国学顾问，其实我有点朋友，我直接说这把谁谁给我封了，他们能干，但咱不能那样做，不能那样做。举个小例子啊，之前我们有别的徒弟学生也干剧场，经营不是很善，演出方找到过我，你接吗？你今儿来明儿我就让他走，不能这样做，不可赶尽杀绝，对别的贴吧也是如此，一定要允许别人有发泄的地方，你记住，三五十个人闹你就让他闹去吧，是吧，他不在这儿闹，他散到别处闹去就更乱，聚在一块儿你不要紧，别往心里去，挺好，但是你们各位辛苦啊，辛苦啊，都没有外人，大伙儿对我们都熟悉，其实好些人喜欢谦哥比喜欢我还厉害，没有没有，你一上来女观众眼都放光芒，据传说咱们窝窝有一批女孩子喜欢你，这些个冲动女色魔呀，山南的海北的大伙儿都来了啊，嗯，打武汉来的这都是啊，山高路远啊，谢谢大伙儿，这个谢谢，刚才那边有四川的啊，是我闻着那边麻辣味的啊，挺好啊，多捧多听，嗯，我们目前身体状况还行，嗯，还能多干些年啊，谦哥反正也行吧，哎，到底行是不行，行啊，能不行吗，啊，看着您我就打心里我痛快，是吗，慢说着我好些孩子看见你就哭哭，有好多女孩一见到哇哇的哭啊，干嘛呀，往派出所跑啊，哎，报案去了，不能，于老师这份的好人，哎，你看这状态就看得出来，你看啊，这个眼睛多有神呢，慈祥慈祥，看谁谁有喜啊，我看谁谁怀孕，是吗，你哪有那个功能啊，有喜这词儿用的不恰当，看谁谁有喜事，哎，把那事儿带出来，他不可能胡作非为，他胆小，是他媳妇管得也严，嗯，嫂子说过，嗯，你敢出轨我就敢把你埋了啊，拿我当动车那么对待，您不是那个人，
那是，尤其这些年啊，随着越来越有钱了，嗯，心也越来越好了，嗯，一直就好。哎，只能说是越来越好，是吗？老话说得好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哎，这人真是的啊，你看有钱没钱的不一样。嗯，你看有人说，哎呀，有的国家素质高，有的国家素质低，跟钱是有关系的。哦，跟金钱还关系。哎，有的国家大半夜三点红绿灯他也等。哦，等灯。太有钱了，他真怕怼死。对。哦，怕这个。你细琢磨吧。你细琢磨去吧。趁好几十个亿可别撞死我呀。嗯。夜里没人，没人也跟着等着。啊，要穷人就不行了。啊。穷的跟什么似的，你机动车逆行道我也走。非怼了我你也得赔我3000块钱。哎嗨。为这钱。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有道理。说相声也是如此，我们都如此。啊。生活好点了，最起码心态就好了。是。想着该捐点捐点，有什么天灾人祸的。哎。帮助别人。是不是点力气。你说相声，说相声也真有穷的没辙的。是啊。出去劫道去有。嚯。有。开着大摩托上银行门口等着。啊。真有，咱别说是谁吧。嗯。我们同行打摩托，嘟。银行这儿出一女的，打这走，拿着白薯，哦，也有地儿叫红薯的哈，啊，吃，咵过去，咵抢过来，嚯，嘟，就抢一白薯，嘟，到前面掉头还回来了，啊，嘟，又到这跟前摔脸上，啪，嗨，我还以为手机呢，嗨。没说，我还以为红瓤呢。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啊！都有钱其实是好事，是是不是？你看，比如说于老师，于老师在说相声里边算挺有钱的了。哎，那谈不到，净干好事。有的说相声恨他，哦，为什么恨你？您说，人家挣那个还没你捐的多了，他能不恨你吗？也是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说，希望您保持这个状态。哎，谢谢。下回别抢红薯什么。哎，我呀，啊，这是有钱人。嗯。有钱不是坏事啊！啊，别说，哎呦，我不能说有钱啊，有钱不好，拜金主义谈不到啊。没有，人人都有钱了，整个国家都是好事。对了，有钱没钱的状态都不一样哦。你看，你老说我宅着，宅着就是有钱才宅着呢，宅着就是有钱。哎，没钱的跟家待着，那叫蜗居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有钱的旅游去了，嗯，没钱的那是流浪，哦，知道吗？有钱好，嗯，当然您可能不了解没钱人的生活。那您可以说一说，这家太有钱了。嗯，打祖上来说一辈儿一辈儿的，打他祖父，哎，这就算开始了。哎，嗯、查他清宫档案去吧。有他吗？那错不了，跟着恭亲王，哦，跟着恭亲王贴身大红人，嘿，他祖父，嗯，清宫档案写着祖父，嗯，给公公，哎，这。都公公了还给公公，您这玩意儿都双料的了，现在不是他原来姓盖，姓盖，姓盖就盖不是就完了，锅盖那个盖啊，王爷喊的小盖，哎嗨，外国王爷原来叫艺名叫小盖子，小盖子，哦，小盖本来姓于，嗯，王爷们好给起小名小盖子，哦，王爷有时候口音小可给小盖子给公公，王爷太没溜啊，小给公公，这有行了，行，有时候喊三遍喊不过那，哎，死给公公，哎，没听说过，就有钱啊，有钱到后来传着他这个他父亲那还了得，怎么了？他父亲大伙也都熟悉啊，姓于叫王大宝，对，好，这名儿常换常新的，哎，姓于叫王大宝，我背过百家姓，您这跟百家姓没关系啊，叫姓于叫就姓于，就姓于，于给，哎，离不开这给于给公，哎，行了啊，就是姓于，姓于，嗯，于老太爷，嗯，他父亲太有钱了啊，北京城你扫听扫听去吧，啊，前门外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，哎，甭几条了，八条，啊，嗯，这人真实诚，你看见吗？太实诚了，跟我们家没关系。后来都卖了，一直就是。包括那谁，那个办公那个地儿，就是那个赛金花办公那个地儿，也是他们家的房子。不是，对，反正离不开妓女，是吗？
不是什么话，这就说这不是你跟这八大胡同远点啊。现在搬出来了，现在搬出来了。以前也没在那儿住啊。家里太有钱了，啊，做大生意买卖，尤其他父亲啊，开着那个大买卖，楼上楼下好几层。呵，楼上楼下好比德云社大，大是、啊、大好几个。什么买卖？厕所。哎，厕所还有开厕所，霓虹灯闪烁，楼上楼下正当中挂着匾啊，金丝楠木上面四个金字写着“裤衩会馆”。哎去。哎，你听，哎，旗舰店，哎，还旗舰店，哎，分店叫铺丝，哎，铺丝会馆，哎，听着就那么痛快，嗯，蹭蹭会馆，这行了，籽儿会馆，哎呀，这都他们家买卖，哎，对，我们俩连药铺一块开了得，啊，四个大字，裤衩会馆，你听这名字，你就有食欲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食欲，听着裤衩裤衩的，是吧？哎，对，这该流食了，门口啊，站着都是。他们家的服务员呢？啊，那退下来的那个，包括开除的那个工姐儿、空姐儿，开除的空姐儿，就咱不是因为什么单位不要的那个大姑娘、小媳妇儿的啊，穿着旗袍站在门口，嗯、啊，往里边叫来呀，裤衩一下子，这都是上层社会的享受，什么广告语这？真的啊，你想啊，结个手没个三五千块钱出不来，哎。真的三五千块钱结，一般人去不了啊！你吃一顿花五块钱，你舍得两千块钱让他出来吗？哎呀呵，那且存着呢，知道吗？一层一层的，颇有乃祖遗风。这行吧，这就甭传了。哎呀，一层啊，一层叫听雨轩，多雅呀、啊、这名字啊！是雅是雅，您说一层干什么？小便的地方。好、哦，哎，这一到了门口，有不知道的啊？什么外面？嗯，裤衩会馆。嗯，话剧不是话剧，话剧不是话剧，就人家买卖名字叫裤衩会馆。哦哦，这服务员就过来了。嗯，都是大高个穿旗袍那个。嘿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牧师尿一个吧。哎，对，什么口音这是？里边请。嗯，四百块，这一进门就四百。四百块，嚯、哦，先交钱啊，交四百，服务员带您进去。迎面 LED 大屏幕，知道吗？嚯、哦，还看！哎，拿个遥控。嗯，先生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啊，选择。好、哦，选头像。哎，哇，高峰出来了。哎，眼镜。高峰，一看不满意。嗯，孙越。好、哦，还不满意。岳云鹏，不行。嗯，于谦，我，人家乐了。哎，这怎么这？看我能尿得出来是吗？好好好，于、啊、老那像啊，好，您稍等啊，稍等，一会儿有人带您，先生，请到这边方便。哦，到这边来，一进来啊，金碧辉煌啊。嚯、哦，这有一小便池，啊，也是那玩意儿。不，跟往常小便池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按照于老师头像塑造。有拿头像做小便池的？人刚才选了，选了。选谁都有谁 啊？对对对，这不就你们四个？嗯、哎，这嗨，哦，这么大个啊，这么大个啊，嗯、烫着头的，于老师乐得开心，啊、张着嘴、啊，哎，省得尿外头啊。服务员，嗯，先生请吧，于老师在欢迎您。哎，我怎么那么贱的很啊？张着嘴、啊，嗯，人家跟这儿方便，嗯，这就给音乐。还有啊哦啊哦哎，好，先生结束了。哎，完了，谁尿得了一个忐忑呀、啊？那倒是，一楼四百块哦，四百块撒泡尿四百，哎，四百、嗯。二楼就讲究了，二楼怎么呢？二楼是大护士，我怎么？你去过澳门吧？澳门玩牌有散摊啊，你要自个儿玩，跟外面猜大小，一个人干啊，人有那。你花钱花的多啊？对，单独有几个隔断的屋子，是大护士，大护玩的大的哦。哎，您这二楼大护士、嗯，但是这仨字儿是大护士、嗯，不是这么排的，写的是大使户。啊，您就说接大手的地方，对对对，还对什么呀？对，起这么雅的名字。一上来有工作室啊，有休息室，哦，哎，都憋成那样还休息呢。保不齐有这个累了躺会儿什么的，是吧？啊、这屋是工作间啊，工作间。哎，先生来，您看进来看看啊。啊，一看这有蹲便，哦，坐便，嘿，趴便，
趴变，撅变。哎呀，撅变，撅变得多加一份钱。怎么呢？得俩人扶着你。哎，对，还得有喜的呢。啊，那就单说了，那单说。一看就外行。怎么呢？人这俩人是在你身体两边啊，没有是站你身后的。哎，这没听说了。啊哈，这屋就工作室，工作室。啊，保不齐有这个有身份的，嗯，哎，来一半累了，哦，先生休息一会儿，好，啊、来这边来，休息会儿，接大手接一半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就、哦，到这屋来，什么席梦思床啊，哎呀，沙发呀，嚯、哦，什么都有，果盘啊，报纸啊，嘿，跟着躺会儿，看看报纸，歇会儿，啊、旁边有菜谱啊，你先等会儿，要菜谱干嘛？就吃点点菜啊，哦，再续上啊，对对对。好人来一趟是吧？嗯，来豌豆黄，哎哎，来豌豆黄，形象很好、哎、啊。形象，要的颜色，哎，颜色干嘛？哎，这吃差不多了，再给您接到这屋来。好、哦，哎，裤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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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再重新再来。墙上挂着匾，哦，脚踏黄河两岸，嗯，手拿机密文件，哦，哎，前面风雷电雨，后边雷鸣点电、啊，哎，这就别写这词儿了，写什么都有吧，啊、哎，是这个意思、嗯。一楼二楼就是面向普通老百姓。哦，这还工薪阶层去的地方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。哦，三楼就了不得了。三楼呢 ？VIP， 这玩意儿也有 VIP。谁想上三楼那了不得了。哦，上三楼先拿笔在脸上，这干嘛？加个 V。哎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加 V 呀、啊？加 V， 来，金碧辉煌啊！哦，碧沉沉，琉璃造就，明晃晃，宝顶装成，讲究。楼台殿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一派人间仙境。嚯、哦！啊，这一进门，夸一开门啊，嗯，俩美女跟这迎着你。啊，一个韩国的，一个日本的，俩。哦，嗯，这就是扬我国威的意思啊。什么扬国威呀、啊？俩人伺候您，哎，搀着搀、啊、着往里边来，到这有马桶，黄金的，金的，黄金打造。哎呀，一圈钻石，钻石，那扎得横不扎得横啊？那么，这就看出这俩服务员的作用来了吧？干嘛呀、啊？别看这尖都冲上面，嗯，俩人扶着您，那就别要这马桶了。在平地儿也能抬着呀，这个平地儿容易弄人一鞋。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！扶着你啊，哟西啊，来看这边的，哎，你好，三舅。哎呀，哎，这个不限制，接不出手来了，这个、哎、不限制，随便拉，多新鲜，拉多都行。在哪儿都一样，款款实实的啊！啊，哎呀，还不行，还不行，不要紧的，咵、啊，这就开始打电话叫人，干嘛？门一开啊，外边都专业的相声演员们就都来了。这要说相声的有什么用？得用他们帮助您啊！哦，啊，这于先生还排不出来、嗯、啊，好，这赶紧请，咵，两位站在这儿，哦，给你们看牌，嗯，三级演员啊、哦，三级，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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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俩人说一个说相声，看于先生，不成，不行，看这脸色啊，这屎还没下去，不行，哎。换人哦，哎呀，二级演员来了，行，当当当当说一段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行哟，哎，接着换呗啊，一级，也许就最后跨来俩艺术家，嚯、哦，往这一站，当时你哭嚓一下子就行了。哦，这听相声下这玩意儿啊，你别瞎说啊，这都他爸爸开的买卖，后来据说好长时间也没人去，多新鲜呢，谁花这冤钱？挑费太高了 啊，他后来去过一次，就买卖就够呛了。哦，哎、啊，有一次这个早上起来来几个请客的。这玩意儿还请客啊？有几个朋友就干嘛去打牌没意思啊？就是洗澡去也不是，咱干嘛？我请您裤衩一下吧。哎，这也不打那有没有啊？听说开了张什么有没有啊？废话，哪说请人家就去啊？走吧，这几位说够呛啊，这来来来来，闲着闲着，走吧走吧、哦，五六位都来了啊，到这儿交钱，嗯，一位2000，嗯，10000块钱扔这儿了。好，好，请我们二楼，这赶紧找钥匙是。因为半年没开张了，没人去，找不着钥匙。您稍等啊，啊，找半天没有。哦，这几位脸色就变了，来不及了。嗯，快点啊！嗯、来时还没有想法呢。哎，对，谁还这么豪华呢？怎么站在这儿这么有感觉？嗯、快点找，是先生您着急啊？这不是有日子没人来了哈、啊？是，找吧，这找、嗯、找一个多钟头、哦、啊！这几位，快点！哎、你们，哎。五位全不说话了。好、哦，服务员，哎，这几位稍微再等一会儿啊。
等什么等啊？怎么了？弄一裤子，好嘛！哎呦，五个人加上十多个服务员在地上咕噜起来了。哎呀，甩着满屋都是屎啊！没听说过，墙上也是，地上满屋都是。您别说了啊！您说这可信吗？我只能说是个奇迹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。两个人表演给您一个人的掌声，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。好，干。谢谢您，谢谢，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的掌声。哎，嗨，太能正经了。来了很多的朋友。是，为什么来？嗯，爱听相声。对，喜欢相声。不喜欢人家不来。当然啊，都好这个。嗯，哈哈一乐。嗯，心情舒畅。哎，是不是？每人的爱好不一样，不同。哎，拿我来说吧，您喜欢什么？看个书啊。哦，写个字儿啊。写个字儿，写字。哎，好，啊、写个字儿啊。哎，跟没听见一样。画个画。哦，水墨丹青都喜欢，是吗？没事的时候，名人字画，喜欢。咱们参观参观。哦，欣赏。哎，嗯。北宋，嗯，有一大画家，谁呀？张择端，嚯，太有名了。有一代表作叫《清明上坟图》。上坟图，呵，改小寡妇了是吗？清明上河图，清明上和尚那儿图点什么去？哎，最好结和尚去了。咱们看着，哎，喜欢，好，照着画。哦，那叫临摹呀。哎，嗯，画好了，送到潘家园一卖。哎。卖假画去，50块钱一斤，来挑。好嘛，也不值什么钱。喜欢这个吗？啊，没事的，上网聊会儿天。哦，还喜欢上网？你看，找点网友。你瞧瞧，在 SM 上面聊天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，您先等会儿。有多的劲儿，使多的劲儿。对，行了，不叫 SM， 叫什么 ？MSN。有一个 SM。倒是有，您不适合那个。啊，鼓掌就说明你们适合呗。您甭管别人。MSN。哎呀，对，聊天。嗯，没事，看看电视。哦，那就好静。瞧个大片，看电影，这咱们都好啊。哦。有一个外国的导演。外国的。外国。那干嘛非外国呀？怎么说？外国，国外的。哎呀，哎，跟没说一样。斯皮尔胳膊，胳膊，嘿，还大腿呢。他兄弟？什么他兄弟？嗯，斯皮尔伯格。你外行了。怎么呢？外国人的名字他得调过来说。这已经调过来了，再调一回干嘛呀？不还有一条胳膊了吗？好。俩胳膊一块掉啊！你别抬杠，我跟国外多少年了，是吧？哦，那倒是，嗯、大大、啊。别说了，老在大兴转悠，还说什么呀？斯皮尔胳膊波波哥，波哥，嗯，拍的多好，大片儿。拍呀、啊，一头猪的故事。这么大导演拍一头猪，还有续集呢。那个是另一头猪的故事、嗯，两头猪。今年是终结篇，这是一锅红烧肉的故事。把俩猪给宰了，嗯，多好，好啊！看看电影，嗯、没事出去玩去，那是旅游，陶冶情操。对，别老跟家待着啊，打千世界，嗯，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非常精彩，多么的快乐啊！快乐，怎么哪儿痒痒啊？就快乐，怎么说快乐呀？老出国的人啊，是嘴不利索，这外国话学的，嗯，嗯多么的快乐，对。别跟于老师学，我挣这么些钱舍不得花，我倒没有，家里有车舍不得开，这走着锻炼，没事净坐公共汽车，那是我净看见他，是吗？你干嘛呢？啊，来上我的车，嗯、啊，不不不坐，愿意坐公共汽车。对了，我等那个特二啊，我特二，你才特二呢。坐车我特二干嘛呀？有一双层的特二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说那是科学家吗？还双层？嗯，他不坐，他不坐，咱们走吧。
啊，我自个儿蹬着我就走了。哎，对，我幸亏没坐，多硌得慌这玩意儿啊，多颠的颠的，把那油颠的下去减肥。哪有那么些油啊？没事出去玩去，旅游去。我这个人眼界宽阔，哦，到哪儿都走，哪儿都去。嗯，啊，东三省，哦，东北黑吉辽。嗯嗯哎，黑吉辽，黑出美女，东三省，东三省出美女。哦，嗯。东三省出美女，对，就痛快爽朗那个性格。哦，爽朗。北京也出美女，北京，北京女孩刷力。嗯，什么叫刷力？嗯，这是形容人的吗？哎，天津女孩啊啊，痛快。嗯，就这么俩字儿。杭州女孩啊，甜口的。哎，甜口的啊，炒菜呢这。四川女孩啊，麻辣。还是湖南美女，湖南美女，湖南美女甲天下。您出去不干点别的了吧？就看这么俩，你这很讨厌了，你有点啊？不是，您到哪儿都美女美女的，您风土人情嘛？您光看人情了，这个有人才有情嘛？对不对？您看点别的呀？这都看大好山河，山河壮丽啊！哦哦，哪儿都去，云南山河壮丽。嗯，少数民族也很多，那倒是。走在云南的街上，心旷神怡啊，景色好，一边走一边痛快啊，是吗？当当了当滴当，滴个滴个当，滴个滴个当，什么音乐？当当当滴当，当当当滴当，行了，别唱了，行了，别唱了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没完，当，行了，当，非给哼哼完了是怎么着？您这个跟猪八戒有感情是吗？是啊，就愿跟猪八戒在一块站着。这好，知道这音乐哪儿的？您在我管他哪儿的，我心情是这么愉悦的心情，啊，高兴，知道吗？正步走，还正步，咱们部队里待哈，部队里都这么走啊？对，嗯，邋遢兵嘛，是吧？哎，也就邋遢兵了。云南啊，哎呀，可爱。好看，少数民族多，对啊，他那叫傣族，嗯，啊，傣族，嘿，你就把这等会儿吧，怎么着？傣族，傣跟傣不一样吗？没听说过，那也得说傣族，傣族，对，过了俩姑娘，嗯，咱们这正步走呢，正，就别学了，姑娘过来了，嗯，您看舞蹈吗？哦，舞蹈，舞蹈，北京有，是，民族舞，民族舞，民族舞，北京也有，是。不穿衣服的啊，不穿衣服，我知你哪民族的啊？这嗨，对，哎呀，瞬间的想法太齐全了，就是那么周到，对，想的全面，知道吗？哎，走，走，但走那地儿你都留神啊！怎么呢？当地人有时候欺负人。怎么欺负人呢？这儿正走着呢，来一帮人，哇，拿水一泼，哦，当时我就急了，别欺负人你们啊！你先等会儿啊，您这不对了，我怎么不对了？没素质，我怎么没素质了？您拿水泼，那是泼水节，泼到谁身上是对谁的祝福。哦，泼身是祝福，对，拿开水泼，啊，开水泼呀！不看舞蹈，你至于这么害我吗？你，那是为这一盆红烧肉的故事做准备呢。哼。什么意思？我都去，知道吗？哪有拿开水泼的？国内就没有我没到过的地方，全走遍了，哪儿都去，包括咱们港澳台。哦，那儿都去了。香港，香港，哎，嗯，香港太好了，香港好，香港有两大特产，嗯，怎么两大特产？第一是肉饼，第二是家具。嗯，您说那是香河。您仔细琢磨琢磨吧，反正离着北京不远。哎，那就更对了，是香港香河。香河一肉饼一家具。哦，您那我不那不是我去的是香港，是香港吗？香港有那个米老鼠吗？那公园都是米老鼠、唐老鸭那个啊？对对对，那比基尼公园吗？哎、是吧？比基尼公园，我去过，我去过，去过，是吗？比基尼，我没去过，我到比基尼里边。我游玩，嗯，哎呦，那地方管得可紧呐！
您上那儿玩去？什么意思？这跟您说清楚了、啊。你说，迪斯尼乐园不是比基尼，有一比基尼啊？啊，那是裤衩儿。好，太危险了。嗯。好，这不揽着松紧带非掉去吗？哎呀，好，行了。走啊，迪斯尼乐园，迪斯尼乐园，对，哎，我爱爱香港，是吗？逛迪斯尼乐园，嗯，还那个海洋世界，哦，就是看那个海洋世界动物表演，嗯，哎呦，蓝汪汪的大海，是啊，猴子钻火圈，嘿，嗯，猴子在海上钻火圈，哇，钓海带啊，冲虾皮汤，嗯、哎呀。您这都是在海边上干的事儿吗？对，香港逛街，逛街弥敦道啊？什么的呢？弥敦道，来了吧？弥敦道，哎，哪儿迷路了？一蹲就行了，就到了。这没听说过。香港、台湾我也去过，嚯，宝岛台湾，对对对，有一个日月潭，有，我弄点止咳糖浆上那儿卖去，干嘛呀？就没有痰了吗？就，您上那儿化痰去了。化痰干嘛呀？废话，止咳糖浆干嘛？欣赏山河壮丽。哦，当地还有一大歌星，谁呀、啊？刘文正。啊，那老歌星了，文字辈的老前辈。嗯，刘文正、邢文昭、李文山、张文顺，没有人不跟说相声的掺和，知道吗、啊？刘文正有一歌叫《姥姥的澎湖湾》，外婆的一样啊，那也得说外婆，旋律很优美，是吗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对对对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嗯、哦，当当了当滴当，滴个滴个当，滴个楞滴当。行了，当个啷当滴儿。行了行了，当当。行了，别跟着拍了，就行。这我们都得让他唱完了，都一个火车去的，好嘛，哼，行了，啊，改二人转了，您后边哪儿啊？您台湾啊，哦，还有这个，嗯，那个地儿哪儿？澳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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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澳门啊，澳门好啊，怎么？赌场很多，哎，有赌场，赌场，哎呀，我最喜欢上那儿，是吗？豪赌啊，大赌，我跟黑社会的我对着啊。来牌，跟黑社会的赌。嘿，什么大桌子？对，我站这边，黑社会站这边。啊、哎呦，他后边20人，我后边20人，那全是一个个啊，黑西装、白衬衣，嗯，领带、墨镜、白球鞋，白球鞋，什么打扮这是？跑得快，农村来的。哎，正当中这儿站一妇女，知道吗？哦，拿牌，嗯，要吗？哎呀，要吗？这不要了，不要吗？行了。粘一块了，还要什么呀？玩牌，啊，嗯，比赛啊，嗯，哎，好嘛，上澳门跟黑社会的玩石头剪子布去，嗯，赌博吗？一把五毛，哎，多少钱呢？这是？哎呀，花钱如流水一般，这就叫豪赌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出国，哦，上国外，出国，出国，出国，嗯，我爱吃西餐，哦，西餐，哈哈，哎呀。怎么了您这是啊？谈成这样，干嘛要死啊？至于吗？一提西餐，怀念在国外的生活。什么呀？西餐一手刀一手叉。是啊，哎，切，嗯，外国那小饼做的多好，这么大饼，切开了，嗯，片开，打开，里边搁生菜，搁鸡蛋，嗯，搁肠。还有整个的，整个里边就有鸡蛋的，有那个，切开吃。您拿着刀叉上国外，干嘛？吃那个鸡蛋灌饼去了吧？里边加生菜，知道吗？滚着吗你？你滚着吗你？废话，一看你就没吃过，你知道吗？鸡蛋灌饼我没吃过，知道吗？你拿刀叉吃过吗？这不是疯子吗？这不是拿着刀叉吃鸡蛋灌饼还当一美呢？过来披萨。什么的呢？披萨呀，披萨饼吗？披萨啊，披萨对吗？上面馅儿，底是面，对，底下棒子面啊，棒子面，啊、上面酥饼啊，上面韭菜鸡蛋，好嘛，吃
老北京的吃食，就爱吃这个，爱吃糊饼，蘸着醋蒜吃。哎，对，那就更对了。过生日吃这个，过生日吃糊饼，对，饺子鸡蛋，就爱这个。嘿，哎，国去国外哪儿都去，去哪儿了？美国，美国好地方。美国啊，有一个自由女神像。对，嘿，自由女神啊，啊，美国人心目当中神。是，就跟中国人心目当中那孙悟空似的。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自由女神像跟孙悟空似的，一说就知道吗？怎么在中国说孙悟空都知道不知道？都知道啊。还是保着唐僧取经啊，有妖怪夸耳朵眼里边先掏出金箍棒来。对啊，夸一蹭翘粉。嗯，翘粉妖怪哪里走？行了，不，您说孙悟空是横的利啊，这个哪儿就一蹭翘粉、啊、这蹭翘粉省得手四色，没听说过打台球呢。这到国美国，美国自由女神啊，举一火把跟这儿。对呀、啊、这站着 啊抱着书啊，抱着书本，是是是、嗯、举着火把。嗯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停电了也得上课。哎嗨，哪儿有这层意思啊？这个哪儿有那么些停电的地方？爱学习呀、啊！啊，能不出科学家吗？哦，是不是啊？啊、哎，对。西班牙去过吗？西班牙没去过。哎呀，你还不死去？对，我什么我就死，没去过西班牙我就死。西班牙都没去过，西班牙有那个啊，斗妞场，斗妞场，这随了您的心意了，这是。想就心旷神怡。没听说过。斗什么？斗牛场。牛也有母的。哎嗨，斗牛没听说过。斗牛、就是、斗牛啊，斗牛斗牛场 啊这都是勇士。是啊，都是勇士，都捯饬完了，打不出来，拿一布啊，知道吗？嗯，哗，这一抖楞，是还吆喝着买挨了吧。嗨，吆喝着买了，我这不打钱，这别吆喝了、啊、干嘛上那儿唱卖布头去了？哎哎，没抖那门一开啊，那牛就出来了。啊、当当了当，滴当，这个这个当，这个这个当，当个当当了滴当。行了，牛出来了，是猪出来了，这是。怎么是这哪儿都有这音乐？你很讨厌，你没出国，我国外也没这音乐、哎。你死去吧，你看你这、啊、什么我就死去。挺好，这有机会就看一看，有机会出去看看，应该多走动走动。埃及去过吗？埃及没去过，埃及我也没去。哎，没去过。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地方。怎么呢？他那个地方他歧视妇女。为什么？他那有那个狮身人面像。是啊，都狮身了还说人家面。哎嗨，他就是没跑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没跑了啊？跑了他不至于，这他不挨着。什么不挨着？狮身人，狮子的身子，人的脸。啊，行行行啊，听说当地有那个木乃伊啊。有啊。哼，木乃伊法老人死了，拿白布缠好晾干了，搁那儿。是是是，这我要扛回俩来啊，搁到潘家园一卖啊，发了财了。老鳖上潘家园卖去？怎么呢？人家有数的，你扛不回来。我木乃伊还有数啊，天天晚上带着红箍拿电棒点数，点42到43到，还44啊？不能，好嘛，你这太多了。哎，对，赶紧回去，天晚了没车了。这好嘛。走回埃及去啊。这个我很喜欢这些个国家啊。哦、但是韩国我最近不敢去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在韩国惹祸了。惹什么祸？我上韩国玩去吗？啊，爬爬山啊，逛逛景。嗯、啊、我爬山，有一韩国老头跟我一块在山上站着。哦，我说咱俩比赛看谁跳得高吗？啊、那老头跳下去了。哎呀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总统。哦，您要不介绍这个破不了案呢。这就说是呢，你们可别说去啊。还不说呢，你们别给我报告去。这扭脸就知道这里有说相声的是吗？对了，你说这意思，别上那个地儿去啊。要愿意去上法国。法国好吗？哎呀，法国是一个很浪的地方啊。啊，那个、很浪的地方。有个词儿吗？有个名词，很浪漫的地方。哦，慢点浪的一个地方。哎，您还是快点浪吧。咱俩比赛谁跳得好吗？没听说，谁跟你？我给你摔死就得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很浪漫的地方，很浪漫的地方啊！对，适合搞对象。怎么呢？适合搞对象。法国人都有情调啊，那是。哎，浪漫。法国有凯旋门，哎，对对，凯旋门啊，多漂亮！我去了，我给他租下来，租凯旋门。我把这头气死，我在里边烧瓷器。哎，这不是撑的吗？您这小景德镇，法国改景德镇好不好？法国，法国巴黎。哦，巴黎时装甲天下，
感情什么都假天下，您这有些女的上巴黎去一定要买衣服哦，知道哪儿买吗？您清楚吗？巴黎有一个动物园哦，动物园对过巴黎冻屁，冻屁，嗯，没听说过。你得会说呀，你别说买单件的、啊、哦，你说拿货，哎呀嗨，那就行了。哎，您说这就是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，对，讨厌讨厌，别瞎掺和啊！巴黎还有一个巴黎圣母院，哦，有未婚的男青年应该去一趟。怎么呢？你听这名啊，巴黎圣母院，你看没有男的，剩都母的。哎，这嗨。这不挨着您这个、还有这个好画画的喜欢艺术的去哪儿啊？巴黎有一地方一定要去，哪儿？卢主公。卢，哼，那里头得多骚气啊！这卢主公啊，净煮小肠呢。卢浮宫啊，你这没翻译好，没翻译好。谁没翻译好啊？啊，卢浮宫，卢浮宫都是名家的画啊。对呀、啊，咱都不认识啊，姓什么叫什么都有啊。啊，也有中国人的画啊。对，齐白石的画也有啊。哦。白菜呀、啊，画一萝卜，哎呀，啊！说良心话，我就后悔当初没好好学。怎么呢？你看齐白石画一萝卜，啊，50万，就那么贵。画一萝卜50万，画的好啊！这要是画一新发地、嗯、啊，菜市场没听说过啊！齐白石画批发市场多好啊！人画那个萝卜啊，白菜，这韭菜、鸡蛋，对吧？哦、鸡蛋、香菇的，对吧？啊、齐白石牛肉三鲜啊，净画馅儿。馅儿馅儿，废话，韭菜、鸡蛋、鸡蛋、香菇，就反正是挺好啊，挺好的一个地方。哦，我劝大家有时间都出去玩一玩，哎，多溜溜，别老窝在家里面。是我前两天我还出门了，上哪儿了？上苏联。哎，怎么又去苏联？都解体了吗？没干啊？是是，因为现在有个外号叫俄罗斯。嗯、这是外号啊，这是。对呀、啊，有艺名没有？俄罗斯好地方、啊。俄罗斯上好风光。啊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什么呀，俄罗斯，上俄罗斯弹土琵琶去。哎，没事，都出去看一看吧，非常好，转转去吧，尽量坐飞机。怎么呢？飞机它最起码来说我觉着啊、嗯、很舒适啊，飞机也快，我多的坐飞机都是头等舱。嚯，头等舱。哎，除非他们给我轰出来啊。啊，一回都没坐过。您坐怎么没坐过啊？坐过，真坐过，坐过一回，坐过，坐过一回。我就你就买票你随便，没人拦着。那是、啊、头等舱啊，二等舱是吧？啊，经济舱、啊、什么站票什么都，飞机上有站票都有是吧？哦，上机场早去。是他们这个行子不讲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呢？你看这玩意儿，你要晚到一分钟他不等你，他有毛病，给你搁那3天，假的一样。那是飞机不等人、啊、就是早去、哦、早去规制好了等着。哦，一会儿来来来来，里边里边里边，赶紧都有座，有大座，有大座。好嘛，改小公共了，是吧？嗯，到安检这儿有一门，对，有一门安检，是吧？哪儿过、嗯、人得看看你身上带东西没带东西啊。对，得测一下。你开着坦克过不去。废话，那怎么过呀？哎，过不去，来转过来、嗯、来对啊，哎，罢了，就看看，怎么还脱裤子呀？你万一带东西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呀？你带个方天画戟藏裤子里边了？没听说过，藏得下吗？狼牙棒这都没准啊。没有，是狼牙棒带不过去，哪儿就带不过去、啊、去吧。嗯，飞机坐好了一坐、嗯、啊，空姐得告诉你，哦，把那个安全带都系上，为了安全。哎，我要不系呢？嗯，不系也行。怎么不系？你比飞机早到机场。哎，嚯、嗯、赶紧系上。嗯，干嘛系扣的呀？系结实点儿，也不至于。等着吧，啊，航空管制，哟，5天之后通知您，现在走不了了。啊，跟这儿坐5天，走不了了，走，这有毛病，再等会儿吧。哦，一会儿等着，行了。嗯，刚要启动，嗯、空姐又来了。啊，几位受累，下去给推一下去。啊，推飞机去？打不着火了。嚯、哦，都下来吧。啊，这当当当滴当滴个当滴个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的。怎么了？保重啊！我们怎么办？给猪八戒落下了。废话，你猪八戒落下话吗？这推飞机还哼哼这曲子，这愉悦嘛，快高兴嘛，是不是？这高兴不兴啊？走了，等着吧。啊，一会儿有那个后备的飞机。哦，来来，上这上这上这备用的，多少备用的飞机一般都差点了。啊，那是就差着，也没有什么饮料什么的，反正是，哦、反正你要吃什么，咱也有，也能吃。对，
捆好了，拿绳子都勒上啊，坐着吧。嚯，起飞了，真快啊！大伙儿一听飞机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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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拖拉机的机器，这起，这还上天呢啊！平稳飞行哦，四十分钟，空姐过来了啊。我们抱歉的通知大家，怎么？咱们得跳伞了啊？这就甭抱歉了啊！对不起，驾驶员喝多了，好嘛，他已经都跳下去了。哎呀！你赶紧吧，还等什么呀？这儿开门，一个，哎，我也出去了，啪，也跳出去了。所有人的降落伞，啪，都打开了，除了我这个啊啊！您这没开，我比他们下去的快。哎，没兜风的了，我背错了，嗯，背着空姐那个折叠床。哎，好嘛，空姐还带这玩意儿，要了亲命了。嗯，快到底下了，又打地上蹭，怎么了？飞上了一中年妇女。嗯。我赶紧问吧，啊，你会修降落伞吗？哦，那女的说了，不会啊。你会修煤气罐吗？哎，好，蹦上来的。